今天来到油塘啊，在前面呢就是那个海景啦，听说呢这个位置在日落是最靓，就在上面呢在鱼丸村就有一个楼梯位可以落到来的。那今天呢我就接受了一个访问，是集邮的，得到他们的邀请啦，那现在就可以去找油塘的或者一个签抽，咁之后呢个访问呢就应该唔会太远噶，可能就唔知睇翻文字版啦，大家。好啦，今日咧嚟到鲤鱼门村，因为呢度咧先有嗰个签抽，喺鲤生楼同埋鲤鱼楼之间嘅就有呢个签抽，系软板型。咁而家都算多小朋友啊，咁可能第一阵先再嚟。好啦，咁嚟到啦。呢個位置咧，原來好多小朋友玩嘅，咁就我都冇乜空間可以容納到啊，我就快快手手影埋張相咧，希望可以快啲交差，就係幫我哋接受訪問啦。油塘唔單止缺乏千秋，睇嚟連攀架都好缺乏噃。咁今次咧，除咗我自己。即係睇我呢條片之外咧，睇個千秋咧，都要睇翻集郵啊，人哋好苦心經營嘅一份報章，係咪報章？係叫社區報啊，社區報嘅。咁我哋三個都唔係好想出鏡咧，我哋睇呢個睇呢個海景嚟完結啦。咁就到時喺下面咧會有條 link 俾大家睇下，睇翻佢哋嘅資訊咯。咁希望大家幫手支持一下油塘嘅集郵社區報啦。當然之前我都很重要啦，咁大家睇完記得要 subscribe 啊、留言啊、like 啊、share 嗰啲嘢啦。好啦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人總會有時遺留咗啲好重要嘅嘢，尋尋覓覓冇嘅，冇嘅，冷冷清清冇嘅。終於找到你了，你能夠不記得是我的損失，最重要記得按訂閱和旁邊那個鬧鬧，還要記得 like 和分享啊。